我看的行不行片冲着霍雨人看，好像是原来有找过的，帅啊，原来有找过的，帅啊，是吗？这你会困扰你一生，抱歉。我可是五湖六亲，你打不过的，那很厉害的。我很厉害，那还有什么东皇钟呢？如果问金爱卿来客串，你要演？你给我救活了。Hello， 优酷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雨婷。优酷的网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林更新。欢迎两位老师， yeah. 我们正式开始营业了。好的。佑廷哥这次来我们盒子里的猫，有没有向新哥提前了解一下这里的通关秘籍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能过得了，我肯定能过。我们丝毫没有联络，我也是头来前两天才知道，有那种小道消息知道他要来。小道消息，没人跟我讲。佑廷哥也没有提前联系新哥吗？没有啊，你知道我在这个、啊？我知道啊，而且我还做了功课，我把前面的节目都看了。哦，发现联系没有必要，是吧？不会，有心理准备啊，就知道会常常会一片黑暗。对对对，一片黑暗是这个节目的一个主打特色、啊。特色。您直接看了节目正片？我看了节目正片啊，冲着会员看。哦，好像也认真吗？对啊，做功课。两位觉得对方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互评一下。我今天没啥表现，我今天我觉得没有佑廷，真的，我们几个人解那个谜，真的有一定的难度。虽然那个谜真的听起来也很迷，但其实它蛮简单的。今天完全方向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它完全是英文。没觉得今天所有嘉宾就感觉很疲惫吗？就那道题给搞的。其实脑容量就很有限，主要是给吓的吧他们。所以今天有恐怖的环节，是有黑箱子，大家在里面追逐找人。我刚他们那个后采的时候，我 MVP 我投你，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很卖力，就是找东西啊，对，找东西抓人。我总得这一期我干点什么事儿吧，要不然都没了，没了，剪掉了，实在用不了这些画面。两位觉得彼此的高光时刻是哪一段 ？Long time no see。佑廷哥觉得你来了之后，新哥有什么变化吗？你现在有变化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正常。这还好，对，我觉得。你有因为我来感到特别踏实或安心？会有，肯定会有，肯定会有。并且在这个解谜的环节，我觉得不必多操心哦，这种人会往前上的，你只需要做做样子，盯着那个东西看就行了。其实没有，我不用去思考，我脑子完全没有动，停止运动。但在镜头前，我一定要盯着那个东西。可以。更脆皮的玩家是哪个？脆皮玩家就陈赫、陈赫、小童、小童、那可能是他们真的是从小就，那是他们致命的一个弱点。两位是属于大家的坦吗？我没啥怕的，节目组就是氛围给烘托的还不错，真的觉得可以。对，然后我发现我确实是反应慢，不是不怕。过了三分钟之后，对，心脏真的猛烈的跳动了一下。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就那个鬼出来的时候，后来走出来摸了我脸一下，我以为是郑恺，我想你摸我干嘛？那不是鬼，不是鬼，那你呀？没有，那是离我很远，是尹正，也是他的任务。尹正的任务是在黑暗中摸我的脸，摸你的脸，但是不让你察觉。那不是鬼。两位的隐藏任务都有完成吗？我没有哎，我就完成一个。有很多人竟然没完成，陈赫一个没完成。你的一个跟你有关系，是让你复刻一下你神经病啊。然后还有一个让郭晓彤分享一个八卦。你努力了，我确实是反应慢。我努力了，但没有机会。佑廷哥的完成了吗？应该到我那个环节是吧？采用你的任务是吧？不是，我没有任何任务啊，我只是说你没有任务啊，其实可以完成的。两位觉得行止和夜华来到盒子世界的话，谁能出去的快一点？谁会出去的快一点？你会什么法术啊？超强。你什么都会吗？超强。比如说会闪现。闪现。闪现夜华好像也会吧。你会喜欢超强，你打不过那个肯定打不过。我可是五湖六亲，你打不过的，那很厉害的。我很厉害，那还有什么东皇钟呢？只能靠蛮力出去吧，但靠智商，这个可能在戏里面没有展示过，只能靠蛮力跟法术了。还有闪现，闪现，我可以变一条龙。如果在盒子世界遭遇以下情景，你会如何选择？第一个。如果林更新在盒子世界中了5亿彩票，会给赵又廷分还是自己独吞？5亿呀、给点呗，给他一点。
说不过去了，要不然。对呀、啊，这才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五亿这个拿一点都不给，分点儿。那如果是50亿呢？那多分点儿。做梦了，这几点了，还搁那还在做梦，坐着做梦在这儿。什么情况下两个人会一起跳 Trouble Maker？ 什么是 Trouble Maker？ 一个舞吗？一个舞，一个双人舞。什么情况下受到惩罚的时候，你并且指定是那个东西，要不然没有任何可能。对，我俩谁会舞蹈啊？都不会。小心跟我跳一段 Trouble Maker 吧。走了，神经病、啊！再见。他如果这样邀请你，你会答应吗？我不太会答应，我觉得有什么阴谋吧，或者是。要就疯了，要有阴谋。今天的冒险主题其实是情绪自由，两位觉得自己到目前为止现在情绪自由了吗？我觉得我有进步。你有进步吗？我情绪我还好吧，但我只能说我比常人表达情绪会自由一点，但没有完全的把所有的情绪展示出来。我觉得并没有谁可以完全的情绪自由。所谓的情绪自由，就是你在任何你愿意发飙发飙都可以发发飙。你为什么随时随地都要生气啊？对啊，这不就很奇怪吗？那你哪能说我想生气了，我随时随地生气，你表现出自己是个真性情？那可不是。如果情绪比较压抑的时候，两位会如何释放呢？各自的方式是什么？比如看电影、看剧、听音乐、运动、找朋友聊天。我觉得。倾诉很重要，对，倾诉。两位遇到困扰的时候，会第一个找对方倾诉吗？反正他需要我，随时都在。对，有的时候会吧，有什么事儿琢磨不定的时候会有过啊，但好像现在好像少了啊，因为你其实你早已经心里都会有一个主意，你只不过想得到一些别人对于这个肯定。你们互相有羡慕对方身上自己没有的点吗？我有啊，他其实他是一个可以说做到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，有不爽就不太会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外放，是这样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情绪的一个把控，很重要哦，要分场合、分时间、分你面对的人。佑廷哥呢？颜值。这你会哭，然后你一生抱歉。就我没有办法改变了，又停。抱歉。哎呀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一生的要攻克的一个难关，是吧？下一个话题，我也要收起我的情绪，保持情绪稳定。替网友们问一下，两位接下来的一些安排。我是刚拍完一部电影，然后把一些工作结束之后，应该就可以回家休息一小段时间。问心二什么时候上？问心二啊，剧本还没写出来。可能在暑假左右吧，可能会进组拍戏，一切还未知呢。如果问心二请你来客串，你要演？我可以啊。你要演什么医生吗？我不喜欢医生。你不喜欢演医生？你不要演医生啊。对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这职业不太适合我。原来有找过的，帅了。原来有找过的，帅了，是吗？佑廷哥是新哥的颜粉吗？哦，当然，多年。不是，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离我有点远，稍微。那你好吧，那你可以客串别的。这不是吐槽啊，我只是说，因为我看过医生的剧本，好难背。确实超级难、确实，因为你不能乱讲，因为人家有术语的这个，对，你要尊重这个东西。但这个东西离我们还蛮远的。对，假如佑廷哥邀请你演《问心二》，客串一下医生，去吗？我不客串医生，我演病人行不？你治我，我治你，你给我救活了。好的，必须得。救了吗？订单已查收。最后，请我们的新玩家佑廷哥用一句话来安利一下我们盒子里的猫。我觉得今天的感受还是非常非常独特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创新然后很用心的一个节目，它很多元素，我觉得有喜剧的部分，有吓人的部分，有推理的部分，还有特别暖心动人的小剧场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小剧场，每一期都不错，对吧？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部分，需要佑廷哥创作一只猫。创作一只猫，对，我好像也画过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小猫，从小就可能这么画猫。这是你画的吗？这不是，他好像你填这个是吧？
就你接着这话，不是，这是迅哥画的，你往后翻有好多人画的，你可以猜哪一张是新哥画的，根据对他的了解。什么？哦，老师好啊，这个真的，这个有吧，这没关系。嗯，是能是能是可以可以，这个画画画的好。嗯，这好像照那个画，这是照着这个画的。嗯，哎，这好可爱啊，这也是个高女孩子，这也是个高手。我画的。哦，你画的。对，为了迷惑他们。这是一只青蛙。这是谁啊？你画的？你画一只青蛙呀？这是猫啊，很明显的是猫咪。青蛙猫，我一第一眼看到觉得是眼睛。哎，你这个很有想象力啊！他把这个当成青蛙的这种鼓眼泡的眼睛啊、哦，哎，确实有一点。好演员的想象力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好 peace 啊、哦！就可能感觉到我们以往的嘉宾画画水平真的很烂呢、啊。这是什么？这谁？这是一个脏辫猫。这是戚薇老师画的李承铉。哦，我这时候有点像承铉的发型嘛。这谁？这戚薇呗。这是炫哥画的戚薇。没了。这上一期我们录的他们，那你画一个猫吧，你想象中的猫，它好像不太会画画，就我了解，我确实不太会画，我画画不行的，嗯，因为好像我们想象力好像都不是特别丰富，只有那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画画，对吧？好像特别好哎。凭什么？我觉得我想象力挺丰富的呀。你起笔它就不像个猫，我只是没有办法把它执行出来而已。你给我又给我开始给我玩抽象派，嗯哼。完事儿了，这是一只猫，太抽象了，看得出来吗？你起码从这个字母里，你给它加点什么东西啊？加个耳朵。对啊，加个眼睛啥的。那这样那不就好吧？这还行，嗯。这样吗？这你起码是知道是个猫哎，这不错哎，这不错，这个我觉得其他后面人看到啊。觉得你有点艺术水准，是吧？是有点水平、啊，有点水平。嗯，我们今天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